你们的豆浆还只是当早餐喝吗？我找到了一个配方，用豆浆做的火锅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豆浆火锅。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一块火锅底料，两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倒入早上买的新鲜豆浆。不一样的火锅就要配不一样的火锅料。我在河马先生上买的新款芝士虾滑，一口下去还可以拉丝。芝士选用新西兰进口的安佳马苏里拉芝士，富含钙质和乳蛋白，不仅营养丰富，吸足了汤汁之后还鲜嫩弹牙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